我国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老师。给我打电话，而且跑到我家里来说一定要让我呢能不能来参加你们一个九四这个毕业生的我说的是去年的事儿。九年毕业晚会，那么我听了以后我也特别高兴，我决定上这儿来，一方面分享你们一份快乐，也给你们送一份快乐。不凑巧，这个跟我一起搭档的新的那个搭档的戴可成，因为唐杰忠老师已经退休了，离休了啊。戴可成呢，又正好呢跟他的这个伙伴啊去演出去。这个我一个人在家，一个人在家我没法演，怎么办呢？我就请来了一位，其实大家也非常熟悉，就是在电视里卖那个咸鸭蛋五毛钱俩的那个李建华老师。我不别说了，此时无声胜有声，不说更好。我们两个人呢都是我们广播说唱团的演员，这个李建华呢曾经在咱们全国的这个专业的相声大奖赛当中第一个，等于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专业相声大奖获得了捧哏一等奖。我有幸跟李老师合作，心里非常高兴。我呢今年呢也不算太大，我已经45岁了，他也35了，他就是长得模样老一点。有句话叫少年老成，这句话说的就是我。那么这样吧，我们现在啊正在演一出戏，就是我自己最近为我自己写的一出戏，叫大型相声叙说剧啊，叫民村剧。我先下去化妆去，好。您先化妆，你好。我化妆吧，好吧。这个是这样啊，我们也我想没有节目演了，我呢就请李建华呢把我们演的这出戏其中一个片段给大家演一下。那么我呢在这个戏里面扮演了这个5个相声艺人。一个是清朝的，一个是这抗日战争时期的，就民国时期的，一个是解放初期刚刚解放的时候的，一个呢是啊文革当中的，一个是现在的。这五个时期呢，这个五个相声艺人呢描写了这个5个历史阶段，我们相声演员怎么样的为相声事业苦苦的在追求自己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的生存做出的努力。那么其中有一段是我跟这个李建华一起演的，是文革时期的。我们这部戏呢现在已经演了，我们计划在中国呢演100场，现在已经演了30场，7个城市。我们没有太大的宣传，因为一宣传的话电视怕他们偷走，是吧？这个所以呢我们因为还有很多这个商业性的演出任务，所以现在在全国进行巡回演出。那么这段相声呢描写了就是当时呢已经很压抑的情况下，相声艺人还带着一种天真的想法，还想为不让说相声的时候，他们还好像在为自己的事业在做一点点追求，但是那个时候已经不行了，人呢已经被这个世道呢给弄乱了，就描写这么一个情景啊。我们俩反正是简单的化妆一下啊，他穿他的衣服，我穿我的衣服啊。
我跟他说话，他怎么不理我呀？啊啊，咱们团长，啊，咱们老刘，甭问，这是揪出来的，把他都给揪出来了。啊，什么时候？估计是昨儿夜里头，我们厂还一块学列宁全集呢。他不是不认识字儿吗？反正对付着看啊。您听说了吗？什么事儿？老舍投了太平湖了。听说了，还不光这个，那马连良都让人家挂牌子游了街了。什么时候轮到咱们爷们儿？我估摸着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不定哪天呢。嘿，得嘞，满怀豪情盼着这天到来吧。有盼这个的吗？没准日子也不好盼，是这话。我出个主意啊，您说咱们俩自个儿跳出来行吗？自己跳出来那怎么跳啊？您带着我出去咱游行去，就咱们俩人出门就给他喊口号。咱们喊什么词儿呢？一出门就喊啊，刘少奇万岁，邓小平万岁。你作死呢你？你倒是痛快了，家的老婆孩子谁养过呀？再者说，咱爷俩搭伙这么些年了，你这一跳出来，我也隐藏不住了，不是？说这叫什么话？让人一听还是特务，这是。那依着您的意思呢？依着我呀，依着我，咱们这么着，咱们弄段相声。老天爷还说相声？你别等他找咱们，咱们主动找他去，咱们给他慰问演出。你想啊，咱们上赶着一给他慰问，我就不信他还拉得下脸来把咱爷俩给揪出来。您别说，还真是这么个意思，是不是？可你现在这相声，他怎么？你现在就得说这革命相声，革命相声，张嘴就是革命词儿，都得改喽，都得改词儿。一上台，哎，学徒江宝坤，扔扔啊！别往回改啊！这学徒俩字咱们扔了多少年了？现在得说是革命文艺战士，上台一鞠躬，哎，鞠躬可也不能说，那得说是。杀上革命文艺舞台，杀上来，哎，得杀上来！现在行，哎，不鞠躬了，我轻声。那咱们爷俩就对点词儿，对点词儿来了。哎，咱们先得学会站着。站着谁不会？就我听说现在都让这么站着了。明白，丁字步，哎，丁字步。你那个钉反了。哎哎，怎么着？你一人一句，一人一句，不能照过去那么说了。对呀，拿我这开头啊，张嘴就是革命词嘛。红旗舞东风，红旗舞东风，我舞东风，您就别舞东风了。红旗舞西风，西风，你这不你是找事儿呢吗？这个，我说舞东风，你别顺着我这说，你别跟我重了。哦，咱们不能重着，别重着了。哎，对了啊，红旗舞东风，东风舞红旗。红旗东风舞，舞东风的那得是红旗。这倒是不重样，车轱辘话来回说。您没心思啊？一肚子心思。您我说这红旗东风，你就别折腾我这俩词儿，行不行？咱们岔开一点，岔不开了这个啊。哎，红旗我都舞三回了，这红旗舞东风哦。啊，也不行，
我好气过长空。这就对了，这就对了，我往下接。来，革命文艺学徒战士，革命文艺战士，我杀上台，我不鞠躬。这不行，那个不行。什么叫不鞠躬啊？这个，这干什么？我交枪。什么？不许多乱！我往后撤，我往前拱，我进攻，进攻，进攻。轰轰轰！你这轰苍蝇，这叫轰走了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上来了我们无产阶级文艺学徒。您那学徒了，跟我说什么先锋？有先锋我可够不上，要不我说学生啊，学生我又不像。哎，我这么说，我这么说。上来了我们无产阶级文艺红小兵。你把气儿放了。就您这不会，你看红小兵跟红司令差不多。红司令那是贪老人家，我也就对付个红小兵吧，像不像您各位凑合着看得了。今天我们来表演，今天我们说相声，不是过去的旧相声，是改造初心的新相声。为什么不说过去的旧相声？因为它太老太旧太难听。旧相声输谁说的好？除了侯宝林就是姜宝坤。把姜宝坤压下，你就是姜宝坤啊！你就是姜宝坤。把姜的自个儿压自个儿，就得自个儿压自个儿。多好玩，一窜就出来了。你又走这儿，你这人家，你是干嘛的？给你捧哏呢。捧逗如夫妻，那我要揪出来，你还喊在边儿，你还这样呢？你对了，嫁鸡随鸡，我也撅着。我是资产阶级传声筒，我是修正主义害人虫。我们要把自己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我们俩是妖精。谁是妖精？都自己踩自己了，那不是妖精是什么呢？老爷子，这不就逗个乐吗？你还老往那个牛犄角里头钻，你干嘛？知道的咱们俩这说相声呢，不知道的这不就是批斗会吗？这要让街坊邻居一看见，回去把我们家就给抄了。不是，你跟你这人缘混的，嘿，合着这儿一这样，回家把那个家抄了。你要是这人缘，这年头谁讲人缘？亲不亲，阶级那边分了。那接着来，接着来。我们表演新相声。不许笑的新相声，不许笑是相声，这年头谁笑得出来呀？对，笑能松懈人的斗志，笑能腐蚀你的阶级感情。谁笑谁就是反革命，你一呲牙我们就看得清。看见了，呲牙呢，呲牙呢，玩儿。笑恶笑，这儿有人在冷笑，他怎么笑？那还是一种坏笑，这个坏。这儿有人在狞笑，怎么笑？啊！我们要的是严肃，我们要的是清醒，我们要的是紧张，我们要的是冷静。我们每个人浑身上下都要上好革命的弦，每天这身上就像上弦的弓。我们要分分秒秒的把人盯，两只眼瞪得就像探照灯。每当我们戴上草绿草绿的军帽，我们的弦跟领袖贴的特近特近。穿上这草绿草绿的军鞋，我们的脚和脚趾头顶
子紧紧绷绷。每当我们戴上红红红红的袖章，我们的斗志就特别的旺盛。每当我们系上这紧紧紧紧的腰带，我们的眼睛就越来越红，有点看不清，血压往上升，好像要抽风。你甭管那个事，能救上红旗。行了，咱们别老折腾这红旗了，这么半天一句正经话没说。我觉着也挺逗的，一脑瓜子汗，咱说什么了？一个正经词没有，咱们得给人家使正活呀。哥们儿，这相声能这么要说，还得我跟你讲，就得让大家伙知道知道，那老相声什么样？咱们一解放了，咱们把这新相声弄什么样？你说你要。有了，您站过来，您站过来，您是老先生，您肚子里的宽敞，您说一段，让大伙看看实实在在的相声给人什么东西，不就得了吗？让我在旁边给您带着，以后咱慢慢的往后说。您来吧，重新弄，正儿八经的。让我说一段。哎，行了，今儿我就卖卖劳。职工直令的给大伙说一段相声。哎，讲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几句残词道罢，打住残词您还往出说呀？这不是定场诗吗？什么定场诗啊？就你这首诗一出来，复古复旧复辟，你这占三条。这学艺的时候都有学艺，你现在什么时候了？什么时候了？放现成的诗词您不用。什么现成？领袖诗词，你这。这儿创了一段毛主席诗词，那说出来什么成色啊？好，对不对啊？风雨送春归，好，飞雪迎春到，不错，已是悬崖过掌冰，怎么样？犹有花枝俏，您听听几句残词道吧。不如顺着往下说，一句顶一万句，你弄那么多的，我不许说了，我求求你，您别说了，咱还活着，就你这么着吧，你甭顺嘴跑舌头，你弄点固定词儿，这个，哎，唱歌行，你唱一段得了，唱一段，这玩意儿你非完了不可的。我说不招人待见，我给大伙儿唱一段。不是不招人待见，你能惹事儿？就这玩意儿都不担心不害怕的革命歌曲行吗？多新鲜啊，那不革命的还哪能唱啊？那玩意儿北京的金山上光芒就照了四方啊，没法跟你争，你干嘛去？你这你准备打谁去？打谁？这不是做个身段吗？什么做个身段？你上山上，你这样干嘛？你这要打人呢？你这啊？我跟你讲，就这样要揪你个反革命，一点都不冤你，不冤呐！三回了，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的，那开始嘛？你跟弄一个枯藤老树昏鸦，你这不找事吗？二也没让你弄主席之词，你告诉这是残词，这一条就够你一呛。现在还你上来了，你上金山上你打人家，你我跟你这回要揪你一个去，我还不跟你去。真是的，你左拉拉不住，你这叫顽强自我表现。这前提是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呀？咱们都是从那会儿过来的人，现在你非要弄这个，谁会呀？我会，我会，你会这个？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怎么走道吗？啊！你会你来，我来就我来。
你唱这段歌，你这什么歌？这是少数民族歌曲，赞一鼓掌。你看人家那个宣传队演这个，人都大长袖给呼噜起来。我看你怎么呼噜，我给你呼噜，你看着不就这样吗？学着点，不学这你还想活着？北京的志看见了啊！你这是怎么回事？这咱们就给你啊，说道说道。嗯，这叫毛主席相马放光芒。哦，这是毛主席相马放光芒。对喽，那相在哪儿呢？北京的金山上。相在金山上。哎，你这箭头冲哪边？什么叫箭头啊？你让大伙儿看看，你这整个一万箭齐发，这就过去了。那可能刚才那动作不对，他做反了，应该是出反了，像话反了就完了，你这里头有问题了。这是个问题。那你刚才这里边有个认识问题，认识问题就行了吧？啊，往深了想，往深了想，他不是也是个立场问题。光立场问题我不至于跟你发这么大火，还是往深了想。往深了想，这主要是思想里头有问题。哎，沾点边了。再往深了想，灵魂深处上纲上线到底的究竟的什么问题？你得好好想。我反革命行吗？反革命现行的刚蹦出来两分钟，行不行？啊，行不行？你干嘛呀你？我说什么来着？我说我出去不了汉口，你拦着不让我去呀、啊！我现在我等得急，走就是就好了。我跟你讲，现在我出门我就喊你，哎，你出门我就我喜欢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行不行啊？你要不是刚才那么数了我，我不这么挤的你。到这份上，咱们就得瘸驴破布两救，或者能顾过面来就行了。这回啊，你唱我跳，你也别说我上金山上打人去，我也别说你把箭头弄反了，行不行？你说这个人都怎么了？就跟那个炮上似的，一点就着了。这些个人呐、啊，都跟那摔跤的似的，全都较着劲呢、啊，也算乱了性。是，您刚才这么说，我想也是。哎。咱们俩人别招事，哎啊，咱也唱一段歌，哎，这歌呢离那金山上啊，人们领袖咱都远着点，不烧香啊，不引鬼，咱们唱个国际题材，好啊，唱哪一段？就唱那段，嗯，这歌词是：东风吹呀、啊，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不谁？就唱这段，好不好？这段他挑不出毛病，哎，咱就这么着了。您呢做几个动作，哎，我俩后边我给您量量、哎、来。东风吹呀战鼓擂，现我说爷们儿您恕我多嘴，您给大伙说说，就您这算怎么回事？啊，就你问这个是吧？哎，你不是唱那个东风吹吗？啊，可东风啊它吹到红旗上了，红旗在那儿飘呢，哗啦哗啦。哪边是东啊？那边红旗奔哪边飘啊？你东风吹的嘛，红旗它就往西边飘。这所有的红旗都要奔了西边的话，这不是向往西方吗？我向东，哗啦哗啦，向东风站那边来啊，西风刮的，西风要压倒了东风，这楼子更大。革命红旗我冲南，南边那可是台湾。革命红旗我往北，北边是苏修。革命红旗我冲上，举手投降。革命红旗我往下，不是人模样。革命红旗我转圈，徘徊不定。革命红旗我没准，立场不稳。革命
革命红旗我不举，不革命的坚决打倒你。革命，革命红旗我交给你。